生活现在被替换了。OK， 你说这一次本要跟博君一拍，对啊，吴大伟一万二，来一个男生一版嘛，那女生的感觉一版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可是这样。收视率我看那个大家都想要看，大家都想要看，我就喜欢看，大家都想要看，真要 EK 哦，看不去，对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按录影了，靠背，我要传给，我要传给，你给我拍进去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这样子直来的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拍进去。拍这个真的是好玩啦，他不要有压力啊，不要有收视压力，对啊，结果收视率破五千啦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玩，千万不要有收视压力。那这一支来李飞一起，那我自己洗那个收视率，没有，那边回家点，对，那边回家，他等下马上点，他要狂点，回家买流量，流量没有我到，十分钟第一次。哎，那你们有没有看过李飞的正面目？本人有看过，因为都戴口罩。对，好了，你镜头应观众要求。对，脱掉好了。先拿下口罩。现在开始拍了。还有，谢谢都有在。对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！不然你跟妈妈说，妈，我上电视。就妈没有啊，那个口罩不是我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李飞，好，李飞。对，大家常常在直播或者是在许愿各个地方都看到李飞嘛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一直没有看过他本人。其实这么多回，我低调。对，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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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没有看过李飞几次啊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对。其实我也没看过。我第一次你那天传信息给我，叫我带来，我想说到底是什么状况？见偶像，下一个。对、哦。所以你有在 follow 豪哥的影片吗？我有些有看，有看不好意思说每个都有。对，你看，有兴趣的我就会看一下、啊。所以你都挑什么叫做你有兴趣的主题？我觉得是看香水。哦，你还是看香水？我是看香水。哦，我这乱入的。应该可以一起加入。对，以香水就对。那什么调性是你比较会想参考的？我最近哦，你现在真的是在做问卷调查，当然啦，越来越重口味，我的客户啊，最近越来越重口味。哎呦，刚刚跟你真的被豪哥带坏，对，真的，因为他就重口味。我其实还好吧，我现在都喜欢花香了，花香调哦，哎，你知道他，我说人在改变的时候有两个时期，那你不要再说了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想问说，对啊，好好说话。对对对，好好说话。Joanna说：“好好说话。”啊 ，Joanna 说：“好好说话。”对对。好了，我们进入到主题。好。这个香水名字叫做乌大维。乌大维。好。大维是哪？乌大维是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。哦。他的父亲是他的养父叫凯撒大帝。哦。他是第一位罗马皇帝。是。对。哦，乌大维。乌大维 ，OK， 就是把埃及艳后处死的。哦 ，OK， 就是要让他是跟毒蛇在一起，然后就被咬两口就下课。就下课。OK， 那你觉得这个乌大维听这个名字，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应该是他的个性，恢宏广阔的一个味道。对，恢宏广阔的味道，因为他毕竟就像乌大维，对于可能我们换到东方历史，大概就像刘邦或是李世民，这个是差不多的意思。OK， 好吧，就是比较草莽，然后比较那个。其实他听说他是个帅哥。哦，听说他是个帅哥，长得非常帅。是，对。好，那反正我们也不可考嘛。对，不可考。就像我们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就像我们意大利的那个意大利的很多雕像都有。对，就像我们影片一百年之后，我们会说豪哥。对，豪哥是帅哥。一百年后。我正好要跟你讲，其实他有留下雕像，他有留下雕像。OK， 好吧，因为意大利人做一个雕像啊，对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最后被受封叫奥古斯都，就是最、奥古斯都，对，就是最尊贵的称号。是 August， 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哦，紫色的，紫色炫的。我们请李飞镜头前走一下，镜头前走一下。好，对，现在有够近吗？有。欸、很标准，哦、也蛮美的这一支紫色的，因为它一直是包装非常非常，而且它这个瓶子也是紫色的哈，仔细在灯光下可以绕一下，就是紫色的，嗯 ，OK，
那我们盒子我这边，那李飞再把瓶子展示一次。镜头前走一下。嗯，哦，有，这样就看出来是紫色的。而且它的香水的颜色在里面衬出来的那种色差感，感觉也让人觉得特别有华丽感。是 是 ，OK。然后这个瓶子非常有质感。嗯，好。好，那请李飞来帮我们试一下喽。好。导演先喷。导演先喷。女士优先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讲女士是女孩，好不好？优先，女孩优先。我们豪哥喷吗？没有没有，通常都是老板先喷。我是很担心，待会豪哥会被揍。豪哥是从九楼被丢下去。夸张。他的喷雾非常细，对，他很顺，很细。对，来，来给那个你最好的朋友，对啊，你最好的朋友喷一下，喷一下。这支很不错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算乌木啊，它有一点，它是花奶乌木，对花花，对。你刚刚喷在哪？我刚喷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喷雾啊，因为这瓶非常贵，许愿价都要一万二。这一下五百块。真的假的？哇，等于一个豪哥，你的手要陈耀旭哎。有，这个。你讲贵，我就觉得它突然就是贵啊！对，好。哇，这是这么贵哦！但我觉得这一支，我反而觉得这一支比亚历山大好闻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怎么可能？你是靠价格判断吗？你是靠价格判断吗？小心后面。对，我是觉得它的那个，就是带点花的感觉。是啊，这个一开始其实是花，对，一开始带出来。然后再来，后来尾随在后就是乌木就出来了。因为我最近很喜欢这种乌木加玫瑰，就是我们前面拍的沙漠玫瑰，对不对？然后 Prada 的亚历山大，对，然后Prada 的那支叫奇迹玫瑰。OK， 对，奇迹玫瑰。对，这一个前调的走法一开始就是玫瑰味吗？玫瑰味，玫瑰味，然后乌木马上出来了。我能用一句形容词，就是它，这个尾随在后，就是紧紧跟随了哈，马上就跟着就出来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很刚长在乌木旁边的玫瑰哦，长在乌木旁边，就是会讲话，真的哦，对不对？年轻人果然是不一样，不是，我是要说人美就是懂讲话这样哦，好。那一哥也很会讲话，对，因为人家夏利豪哥也很会讲话，因为人帅嘛，好不好？要不是好，回归正题，来，豪哥，乌木你已经闻过这么多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乌木加一些花香调会让人家有什么样的感觉跟联想？因为我觉得乌木如果一定要跟花在一起，我有这么多的乌木的香水，我还是觉得它其实跟玫瑰。是最 match 哦，对，就是不管男生用还是女生用，因为喷在男生身上，其实就增加费洛蒙，增加那种吸引力，对，吸引力，力量感是。但是玫瑰就会把这些太刚硬的味道，就会想柔和起来，对，就会就是更吸引女生，对，靠近你。OK， 好，那李飞问你一下，像这个乌木算是很 strong 的嘛，很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那玫瑰又是。我们女生最喜欢的花其中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第一名的。那这两个结合在这么冲突的感觉加在一起，你觉得对女生的角度来看这一支，你会怎么形容？应该说，我其实要说的话，我会觉得乌木比玫瑰对我更有吸引力。哦，对，这倒是少见，因为一般都喜欢玫瑰，对，不喜欢乌木。是对，因为不知道最近就开始。更喜欢木质调胜过花香调一点，然后所以其实刚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玫瑰的时候，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好像还好，可是后面很快速的乌木味就跑出来的时候，就让我突然就觉得那种转变感，让人觉得很惊喜，是 OK 啊 OK， 所以本来一开始带出来是花香的，你觉得怎么会只有这样子？对，但后面这个紧紧跟随就是。乌木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变化性就大了哈。对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那现在前面大概五分钟，前面大概八九分钟过去了。那现在在你身上
的味道是怎么呈现？其实这个我昨天有稍微试喷一下，是，其实一直到刚刚开拍前，嗯，那味道都还在。哦，哦，昨天的到现在都还在。对 ，OK。这么持久。看来你昨天是没洗澡，没洗澡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洗澡没洗干净，对，没洗干净，哎，因为真的没有，它真的是，我觉得乌木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，是，对我来讲，它没有什么叫做，很少有这个叫做 CP 值高或是物美价廉，嗯，我觉得乌木调的香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，是，就是你钱花到哪里，对，得到的品质。就在那，就在那。OK， 对，它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空间。嗯，了。对我来讲，是讲得真好。好，那李飞现在中断，哦，已经十分钟过去了。现在在你身上呈现什么样的？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，人家都说乌木会有一种腥骚感，是什么意思？是是是。但我觉得现在，欸，对不对？有感觉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动物的骚感呢。对，哦，就是感觉就是除了。乌木旁的玫瑰外，可能还有一只动物在旁边撒泡尿，在睡觉，在睡觉，撒泡尿，对，在旁边睡觉。哦，有哦，有这个感觉，骚骚感有出来，没错没错。那你觉得以女生，你来驾驭这一只玫瑰加乌木的话，你会在什么时候穿这一只？哦，时候难哦。对，你可能是应该是在家里的时候。因为你出去穿这个真的是太不会，我觉得它很合适，就万众瞩目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它扩散很强，全部的人都这样朝十五度，如果它在中间就会朝十五度，对，注目。所以我可能要去酒吧的时候再穿，哦，酒吧比较适合吸引人。对，哎，有哦，哦，就是我们有，你看老中青三代，对，如果闻到这个味道，对，老中青，我想问一下，老中青是？谁？我老，我老，我老，他中，我中，然后他轻，对，他不中不轻了，肥猫都不轻了。如果女孩子喷这个味道，她一走过去，其实我想我们都会行注目礼，就会会会找一下这个味道的来源。对对对 对, 對, 對。那可是她如果男朋友站在她旁边，你还敢注目礼吗？没有啊，就看一下，然后就马上就就马上就甩了，问你现在怎么样？假装甩个头。对，然后啊啊啊！落枕了，糟糕的。对，哦，那确实，我觉得如果女生穿这一只，男生真的会觉得哇，这对很特别，啊。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太有品味了。不是突兀，我觉得在女生上不是突兀，是觉得哇，这味道太特别了，跟这个女孩子一样的特别。哦，因为其实我们很少闻到女孩子会这么喜欢乌木，对，真的很少，很少，真的很少，是。那个肥豹，你闻一下它喷过乌木的地方，好吧？对啊，真的。三个。你看一下女孩子喷的地方。这边。可以再靠近一点，没关系。这是二十。你不要再害肥猫了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这个这边三次。那个啊，那个花，那个花了。刚刚你是说刚刚？宝格丽啊，还是乌大枝？我还是觉得花的。哪一个花？就是，我们亚历山大三世啊，亚历山大三世啊，因为就是有种对富裕，富裕，对花的感觉。亚历山大二世跟三世，我倒是比较喜欢三世。嗯，对。华丽，哎，你们在镜头前讲什么悄悄话？我们这是妇女党，你是有什么好担心？我们这是妇女党，好不好？OK， 豪哥，所以如果这一支男生，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？其实这一则，吸金呐，给我讲出来，吸金呐，吸金呐，你给我讲出来，你这上电视播的，我真的是我死定了，我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通常是，他是已经到底没有擦掉了，吸金呐。那如果你发现这个你另外一半车上有其他头发的话，超靠边，超靠边，然后我再丢个白条。我觉得我昨天怀疑那是肥猫的头发，不是我。对，不要再解释了。啊，你会什么时候穿这？我想我可能会在自己在家里享受这个它的恢宏霸气的味道，嗯嗯，搭配电影吗？对，搭配电影，搭配罗马剧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搭配罗马帝国，对不对？罗马帝国，罗马军团，对。好，这个那个上面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谁演的？神鬼战士啊。
对，神鬼战士，对，罗素克洛吗？对，罗素克洛，神鬼战士，对，神鬼战士在那个竞技场，对，对，就是罗马帝。那你知道神鬼战士的电影配乐是谁？哦，不知道，知道就是 Hans Zimmer， 哦，是寂寞，当时对，就是战士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星，那个星际效应，星际效应，我上次有讲过，星际效应 Interstellar， 对，然后这个，不过你刚刚说在家里看电影，然后穿这个，我觉得那画面太难想象，而且有点浪费这一次，我觉得他要走出去，你觉得要穿那个走出去，可是扩散真的太强了，对，他真的是蛮强。对，哎呀，我觉得这种我走过的时候他们会看我，那你走过的他们也可以看，他们会因为那是因为他是青春无敌，我是低调的人，我所以怎么会喷这个然后走在外面？对啊，对，哦，真的太不搭嘎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好，那我们已经前段就已经走了15分钟，好，好不好？那看来我们是很有话题可以聊的，那我们给他一点时间，回头再来这一集的后面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来了，吴大伟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后调比前中调更好。对啊，好太多。对，哦，它的中调那个性骚感比较重，然后可是后调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花香又回来了。哎，对，所以两个就没有那么新，那没有那么新，然后混合的乌木和玫瑰味，就然后动物骚感没那么对，没那么重。哦，然后我想请这个拉胶带的可以到旁边，因为那个拉胶带声音可以录的蛮好。哎，安新的直播组越来越会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啊，给他继续讲下去，给他休息思考一下，他就知道怎么接。对对对。对于通常人就是这样嘛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那越来越你会越顺手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的，开始讲的时候就一片空白，然后说一片空白，对吧？对，完全想不出来在讲什么。这样是越好越真实嘛？对不对？我们不 re 不 re 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是专家，我们是消费者，就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，是来花钱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所以你刚刚说这个前调的动物骚感跟乌木就比较下去，就比较美，比较混合起来了。嗯，就稍微贴肤了一点，就没有这么。动物的骚没有那么突出，是是是。那现在呢？如果以后调来说的话，你觉得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，跟什么样的穿着？女生来说，因为她穿着要再喷一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要后调一下500块。我不会收钱啦，我是这种人吗？如果他喷我就会收钱了，对，他是这种人，对对对，对方收 double， 对。因为他比较 man 一点，所以是，他真的比较 man， 对，所以我应该还是会穿的，就比如穿比较男性化一点的衣服，哦，或运动风一点的衣服，哦，运动服，或者是如果冬天皮革应该皮或者皮外套，哦，对不对？皮外套也，欸，很有个性哦。对，哦，OK， 你穿不穿靴子之类的？会啊，冬天会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配靴子也很酷，哦，对不对？配短裙。哇，wow， 那这样太性感了，哎，对，我们不敢想，不敢往那方面想象，不是，对，我们还是回归到香水，对 ，OK， 对，那，哦，那所以你平常会穿这样子比较个性的风格，我喜欢这个，你喜欢这个，哦，符合你个性 ，OK， 因为它还是个青春无敌的年纪，是啦，不像我们，对，过气了。还没有啊，我们听听过气的。他是青春无敌，我们两个是孤老肉，老腊肉，对。你而已。那好，如果后调，现在豪哥你觉得在你身上感觉什么？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种乌木加玫瑰的香水。是。对，那在我能力可及的范围，我就会尽量收集不同品牌，嗯，那不同的香水，是，那会。自己在家的时候就会自己独自的欣赏，就喷个两下，独，啊，自欣赏这种是恢宏霸气的感觉。嗯嗯嗯，所以你还是你从前半段到现在，你还是都只能在家里，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他就不好意思去外面打扰别人，这样像他的个性一样的低调，这样哦。因为这个喷出去真的，我想，你长得怎么样不重要，但是这个味道就是万众瞩目，会不会让你觉得是？觉得是，好，有它的气场在，对，气场是有它吸引力。OK， 好，所以你乌木挂的，李飞喜欢木质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给个分数一下，
如果在你们综合喜欢乌木调或者是木子调来说，先问李飞啊，因为他是来宾。那总分几分？总分零到十。零到十。你会给这一支？一万二。你会给一万二？要把价格，对对对对，要摒除价格，好不好？摒除价格，对。摒除价格。回归到香水的本质，对。那，如果他是 Calvin Klein 的品牌的话，你会给这一支？我突然觉得那个要拉低很多。没有啊，如果因为它的那个动物的骚感确实会让人不习惯，人会不习惯，是啊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，它没有办法让对新手普遍人都完全接受的，对新手乌木的新手不太友善，我必须老实说，可能8.5吧。哦，8.5 ，OK， 算蛮高的，以新朋友来说，这个是给的算高的，而且她是个小女孩，是。我真的是现在几岁？秘密，秘密，哎呦，女生的年纪一直都是秘密。对啊，那肯定没超过30。这不可能啊，她才，我看有没有20吧，哎，好不好？20太浮夸了。20太浮夸了，好不好？有一点，真的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，他在马上准备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。对，真无语，还好。对啊。好，对，来，我们问一下豪哥，以你这个乌木馆，你觉得谁值零到十？第一个。我们如果先不讲它的价钱，我必须说它有到它的康涨，是对。那我自己会给它，因为它的包装、它的瓶身的质感跟它呈现出来的味道，我会给它9分。哦 ，OK， 给它9分。好，对。所以李飞是8.5，你是9分。对。那如果这一支好了，我的话我会给它8.5跟9之间，8.7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呢，因为对，因为我不是木质调，我也是木。你这是听完我们两个之后，然后对对 对，好。那最主要是它后调，我居然蛮意外，觉得它的烧感跟那个木头强大的感觉，居然慢慢的隐退，现在是花香在主导哦。好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它这个最后，你可以说是很冲突，可是却融合的非常的柔美。就觉得它的玫瑰是不是那种？非常富裕的，而是那种高冷的，对，它让你闻到淡淡幽香，就是那种冷感的玫瑰，是，不是那种很热的情况下闻到一大束花的那种味道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因为李飞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拍摄影新的直播组，好，那请大家要分享一下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录影片的心得，心得，哎，就30秒，30秒，太长了。新的就是很有意思，然后就是好玩，对，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香水，因为这些香水都是我们专柜也没有专柜可以去试，是可以在这边试到，觉得非常棒。对啊，然后肥猫非常的不专业，肥猫非常不专业，下次找你换人这样。哎，他直接剧名他直接剧名，肥猫非常不专业，不专业，对。他就是以不专业的，对，他就是不专业作为他的品牌。他现在在旁边吃饼干，超坏。哎，你胶带粘完了吗？粘完了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非常谢谢李飞新的直播组，请大家都给他支持。OK， 好，那谢谢豪哥引荐这个新的一代，好不好？跟你一起 Joy 这个。长江后浪推前浪 ，OK， 好，那可以下一片就只要李飞。当然，好，豪哥要在。对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两位哦，谢谢，拜拜，请问你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